大家好，今天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，看到小卖部门口摆放着飞翼高达时尚小垃圾，顿时被吸引住了。买回来发现这和之前盗版奥特曼是一个厂的，我们拆开看看，居然还是版件拼装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手撕开干。差不多花了五分钟就拼好了，没想到头里有头，是高达吉姆人没错，素体一看就是超不厂的，整体的思路和变形金刚差不多。好家伙，超完奥特曼超变形金刚，不厂羊毛真好薅。老毕和不厂看了都沉默了。好了，这松松垮垮的时尚小拼装就玩到这，等待他的归宿就是垃圾桶了。